微星的3080钛超龙我们已经改装完成了，上机测试只是验证一下整个改装过程是否有问题。那么现在在开放式的环境里面，360的水冷在26度的室温情况下进行了多达17分钟的这个 Fuelmark 的烤漆测试。17分钟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功耗一直处在400瓦的超高功耗上面，这张非公旗舰呢的确是频率异常的高，它正常情况下满载可以跑到1800多赫兹的这个核心频率，那么大部分时间都在1700以上。目前的核心温度保持在50度，热点温度保持在59度，相当的低，显存温度不超过65度，在这个室温条件下已经算相当优秀了。好，整个改装过程改装完成了，希望大家在自己的改装过程中能够一次成功。那么这张超龙我们在改装之前首先看一下这个，好，然后我们会对这张超龙进行拆解。那么首先要声明，这个超龙啊不是所有的客户都可以自己去动手改导热膏解决散热问题，甚至无法解决问题。相信这个矿潮的大军闪过之后，大家回归理性的消费，然后去做正常的，比如说这个运算，然后或者是做这个娱乐需求，会碰到很多这样的高能卡，有类似的散热问题或者是噪音问题。那么超龙3080钛没有背面的显存问题，它依然是显存温度偏高，然后核心温度偏高。为什么会导致这种现象？那我们前面的视频讲了很多，这里就不再赘述，但是这种高端卡的散热问题是持续存在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要么你就提高噪音运行噪音，要么就解决它的散热的效率和规模问题。好，废话不多说，我们先来对这张显卡进行拆解。那所有的拆解里面最简单的微星的拆解应该是比较简单的，所有的背板螺丝全部拆除。现在所有的背板螺丝拆完以后，我们需要分离原装散热器，但是我们先看一看这个挡板。那么这里挡板处还有一二三个螺丝，把它拆掉。现在我们可以分离这个原装散热器，在这个地方我们需要持续发力，但是不要力幅度过大。好，原装散热器已经轻松分离，上面有两个这种灯带和风扇接口，我们把它左右摇晃拔出。整个散热器下面还有两个风扇接口，在这个地方我们把它拔出。那么现在散热器就已经分离了，我们看一下散热器，如果原装硅脂没有全部贴合上去，那么我们把这个部分导热膏从显卡的 PCB 上分离，然后还原到原装散热器上面备用，以后用得到的时候再还原即可。接着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原装显卡的 PCB 上面还有这个结构件，侧面的三个螺丝拆掉以后，只是这边的三个螺丝固定螺丝拆掉了，但是这个结构件依然无法拆除。那这个时候我们翻过来需要把背板进行分离。好，背板灯带是没有这个接口的，所以可以轻松分离。分离完以后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螺丝，把它拆掉。这里还有个螺丝，把它拆掉。那么现在整个 PCB 就拆解完成了。拆解完 PCB 以后，我们将 PCB 上面的灰尘或者核心的硅脂全部清理干净。
如果这个时候家里有工具，或者说废旧的干毛刷，或者是这个弃用了的这个牙刷，都可以用来清理上面的灰尘或者是残留物。那么柜子旁边、核心周边旁边的一些柜子不清理干净也没有问题的，因为你改装之后这个地方一涂抹柜子重新挤压以后，它依然是在侧面溢出了。那么现在我们将改装这张显卡，首先把所有的导热膏全部贴好。现在在这个地方，我们 PCB 上面所有的导热膏全部已经贴完了。那么在这个步骤，我们要可以暂停一下，比对完所有要贴合的位置以后，再进行下一步。重点要强调的是，这个地方有一个墨水管需要贴。那因为这个是3080钛，所以它只有正面的12个显存。所有的12个显存都是用这种灰色的方格子的导热膏，高导热系数导热膏贴好，然后其他地方全部是 0.75 毫米的这种薄的导热膏。那么在特别的项目里面，比如说这个地方第一条要贴双层，那么这一条要贴双层，其他地方全是单层 0.75 毫米。那为什么这个地方要贴双层呢？因为是间距不够，所以只能双层去贴。其实这个地方如果不贴影响不大，因为主要的散热的重点在这两排。那么这个地方不要遗漏。核对好以后，我们把右侧这两个风扇的供电接口给它接上去。这个供电转接线可以提供右侧的风扇还有背板的风扇进行转速控制，然后改装件我们直接拿过来，对齐螺丝孔位台阶，贴合上去。接着我们把 PCB 捏着改装件一起翻转过来，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安装这个。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安装这个左侧的挡板。那么所有的螺丝孔位固定好以后，对齐孔位以后，我们在背面的显存，因为3080钛没有背面显存，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需要用到3毫米的这个背板导热膏，结合铝合金背板给它提供一个下压力。那么这个下压力会让正面的显存和正面的改装件贴合的更稳。我们现在背板的3毫米导热膏贴在了正面显存的 PCB 背面，提供下压力。然后我们需要把挡板放到左侧位置，改装件内有对应的 M2×6 毫米的这个螺丝，我们把它固定左侧这一根挡板。好，固定完成以后，我们再把背板拿过来，将背板对准好所有螺丝孔位贴合上去。这个时候注意背板的显存导热膏不要被粘起来了，如果粘起来了，那么一定要确认这个相对位置没有发生位移。现在我们把背板的所有螺丝全部装进去，现在所有螺丝都已经放进去以后，我们确认所有螺丝都是正常的，能够深入进去，再开始逐步收紧这所有的螺丝。这个顺序没有任何讲究，可以先中间再两边，也可以先两边再中间，但是原则是背板的所有螺丝一定要逐步收紧，这个步骤可能要重复很多次。我们在收紧这个背板的所有螺丝的过程中啊，很多人因为3毫米的导热膏背板的间距会被顶起，那么在初段去拧这个螺丝的时候发现不是那么好拧，那么我们需要处理和解决问题时，
3毫米的导热你可以捏一下再贴上去，或者说你在装这个螺丝的时候先把两端固定住，慢慢慢慢向中间去收紧，这种情况下就是相当于把这个中间的这个3毫米导热杆往下挤压，当它挤压到一定程度你才可以逐渐去拧中间这些螺丝，不然的话因为顶起太高，那么这个间距不够的情况下你无法把这个螺丝拧到手。那最后这所有的背板螺丝要收紧，收紧的这个过程它是可能要往复进行很多次的。为什么？因为这些螺丝啊，它在你不断拧的过程中，它会让这个背板导热杆啊逐步的贴牢，挤压不断的挤压过程中会不断的释放张力，所以这个螺丝的间距会因为不断的拧紧的这个过程中，左右附近你当你拧第一颗螺丝之后，左右前后各种螺丝它的张力会不断的被释放，它不断的有空间可以去拧得动，那么两端的螺丝可能一次成型，两边的螺丝可以一次成型装好，那么中间的这六颗螺丝，尤其是中间这六颗螺丝是需要反复去拧紧的，这个拧紧的过程可能会因为你反复拧，然后它反复还有间隙还可以再拧，直到你确认这个螺丝完全一点空隙都拧不动，但是这种拧肯定不是蛮力，没有必要使用任何蛮力去拧这个螺丝。那因为是3080钛，所以背板螺丝就决定了正面的所有的显存的贴合度。那么背板螺丝拧好以后，我们就可以装这个挡板，这里还有个固定螺丝，这个固定螺丝我们可以使用这个附赠的 2.5 毫米口径的这个螺丝螺母来进行固定，把这个螺丝塞进去，然后螺母放在另一侧，用螺丝刀把它固定，那么这个改装件的安装就基本上完成了。现在我们把这个核心呢，给它涂上了这个我们附赠的 P13 硅脂以后，就可以安装这个水冷头了。那么这个部分是整个改装件收尾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硅脂涂好以后，水冷头我们是嵌入式的安装，使用的是酷冷至尊一体式水冷，然后把这个水冷头的这个保护膜一定要撕掉。撕掉以后，这个水冷头的安装需要先固定这个螺丝，这两个水冷头的出入水这个管子里面，这个螺丝因为有干涉，所以我们最开始要先装这个螺丝，先把这个干涉性问题解决掉。我们把螺丝刀顶住这个水冷头螺丝，把它拧进去，顶到底。顶到底以后，我们就解决了这个干涉问题，可以看一下。然后现在它就可以先固定这一颗螺丝。那么一般我们在机箱内安装会选择上方的这个出入水口的位置进行固定。水冷头的安装，我们先把水冷头可以把冷排立着，我这里把冷排立着，然后把水冷头的管子用指头捏住，垂直于这个水冷头平面，平行于这个 GPU 核心往下，然后拿这个小的螺丝刀顶住这颗螺丝，注意顶住这颗螺丝，去摸索去感受这个下面的螺丝孔位，然后你只要轻轻的把它拧进去一点点，然后能固定上去，你就可以拧它的对角螺丝了，不需要拧紧啊，这个时候只是让你说能够对准这个螺丝孔位，然后再上对角螺丝就比较方便一点。接着我们来上对角螺丝，那么对角螺丝装好以后，我们再上另外两颗螺丝就变得简单了。整个改装作为收尾，决定 GPU 核心温度的地方就在这里，这是最重要一个环节，也是最需要讲解的一个环节，因为这个环节就决定了你
核心温度的高低。前面的步骤决定了你改装件的这个显存的温度高低。那么这四颗螺丝我们用这个小螺丝刀拧到刚好拧不动就可以了，这个力气也不需要很大。如果你想用大螺丝刀去拧紧顶着拧，拧得越紧，那么你核心被压坏的几率就越高。这种压坏不是说把它压碎，而是说整个核心被过度挤压，在长期的运行中容易形成脱焊。好，现在那我们核心这水冷头已经装好了，那么整个改动过程就完成了，我们可以直接上机测试。17分钟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功耗一直处在400瓦的超高功耗上面。这张非公旗舰呢的确是频率异常的高，它正常情况下满载可以跑到1800多赫兹的这个核心频率，那么大部分时间都在1700以上。目前的核心温度保持在50度，热点温度保持在59度，相当的低，显存温度不超过65度，在这个室温条件下已经算相当优秀了。好，整个改装过程改装完成了，希望大家在自己的改装过程中能够一次成功。